所以面试完50几间公司，那大部分的公司都在找这一种人。听好了。所以面试完50几间公司之后，我们可以做个结论吧。大部分的公司都在找这种人，就是，你需要会这些拍摄技巧哦，然后你需要企划这边你也要执行，然后你的拍摄、收音、灯光这边你也要去协助一下哦。我们都是小团队啦，所以你可能都要自己去执行。然后你后面后制可能还要上字卡哦。还需要尽可能加一点2D 特效吧，还有一些绚丽的效果，还要配乐啊，一起加进去。那我们整个制作啊，简单啦，我们没有什么要求，真的是很简单的，一个礼拜10支影片就可以，轻轻松松，都很简单啦，真的。所以我们要求不高，很简单。那我们一个礼拜10支，所以我面试完50几间公司之后，我们可以来做个结论吧。所以我们90%的企业都是这样子回复的，他们需要，会企划啦，我们整个，我们需要一个全方位的，我们需要一个拍摄影片的人，我们需要一个影像，我们需要一个，我们需要一个对拍摄影片、拍摄照片有兴趣的人。那你最好是，我们需要一个会拍摄。我们需要一个会拍摄影片的人，然后我们需要一个会拍摄影片的人，然后我们可以，我们需要一个会拍摄影片的人，然后你，我们需要一个会拍摄影片的人，然后有创意、有想法会比较好啦。那对拍。我们需要对拍摄有极大热忱的人，然后我们需要对拍摄摄影有极大热忱的人，我们需要他有创意、有想法，什么都难不倒，什么都难不倒。我们需要对拍摄、对摄影有强大性。哇，我们需要拍摄跟摄，我们需要摄影有强大兴趣、热忱。我们需要摄影有强大兴趣，我们需要摄影有强大热忱的人，我们需要摄影有强大热忱的人，我们需要有超强的创意，一天马行空。我们需要找。对摄影，我们需要找对摄影有强大热忱的人。我们的行销，我们需要找摄影有强大热忱的人呐。我们要创意，我们要创意呀，我们要。我们要创意啊，我们要超多想法的人，我们在找一个摄影有极大热忱的人，然后最好还要有一个行销头脑，有创意，有想法。然后我们的行销企划也需要顺便执行，那我们的拍摄都可以执行，像是摄影啊、剪辑啊。哇，我们需要对摄影有极大热忱的人，我们的行销也需要有一点头。
我们需要摄影，有极大热忱的人，我们还需要有一点行销头脑跟创意，一天马行空的想法。我们需要一个天马行空有想法的人，我们需要一个天马行空超有想法的人，我们需要一个天马行空，我们需要一个超有想法创意的人，我们需要一个对摄影有极大热忱。你需要有企划的能力，你需要现场制作、摄影、灯光、收音，你最好后面也要剪辑，上一点字卡，很简单啦。那我们最好还需要 2D 特效，做一些动画。要求不高。那我们一个礼拜10支影片 OK 啦，简单简单，要求很低啦，通常不会推荐啦，就。顺顺拍，顺顺剪，我们通常不会抓。然后，等我们目前薪水32000底薪啦，就如果你拍得不错，我们后面可以再调整变34000，哇，是不是很简单的工作啊？我们需要找有行销头脑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。我们需要找一个有行销头脑、可以写剧本，然后有想。我们需要找一个行销，我们需要找一个有行销头脑、有创意、有想法，可以。我们需要找一个有行，我们需要找一个有行销头脑，可以有创意，有行销头脑，有创意。